老年妇女们塌房了，千万粉丝网红秀才被封。9月2日，粉丝高达1200多万的网红秀才被封号，被封的原因则是违反了平台相关规定。有消息称，秀才近期被举报存在违法行为，可能和被举报有关。网上还有很多中老年妇女们控诉，称被秀才骗钱，金额几万到几十万不等，这可能也是他被封号的原因之一。秀才今年39岁，他的视频内容是军事对口型，而且大多数都在田间地头所拍摄，很接地气。他的招牌动作则是撩头发捂嘴笑，假装害羞。单凭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，秀才圈粉千万，其中87%都是中老年妇女，也因此被誉为是中老年妇女收割机。秀才最近的热度很大，前几天刚在某头部顶流卖货主播直播间中出镜，在线教学经典动作，没想到没几天就被封了。另外有网友发现，秀才被封后，另一位被誉为中老年男人收割机的女主播一笑倾城宣布停播，不知道是不是担心会受秀才被封事件影响。